多多的按赞。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了。那柚子啊，想要问说，这个的好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自己取艺名啊，或者艺名，大家都在滑手机，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有十七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这位好大部分学生抱怨所谓的学习历程档案，因为需要同时接备课业，而且成为累赘，有同学说遇到许多的问题啊，比方记大的档案丢失的问题。那学习历程不但没有达到审视自己，反而用来当做升学竞争商业化的工具，比如像说补习班啊，现在有那种学习历程产生器嘛，对不对？现在有非常多这种军备竞赛，然后升学面试呢一接落榜的话呢，那教授根本看不到这个学习历程，那当然最后还是回归考试分发，那就会让人觉得，那我这个学习历程花了那么多时间做，那到底最后是谁看呢？那所以像说政委您曾经提出所谓的终身的自主学习啊，面对当前教育政策跟上述的状况啊，有怎么样的看法啊？那当然，暨大的那个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那事实上，它是发生在一个就是它正要移到备份区，然后在那个转移的过程里面丢掉了，所以就是相当的不幸，那也非常的抱歉。那之后当然，因为这个转移已经转移完了，而且也引进了就是其他民间的就是厂商的做法，那应该是不会再有类似的状况在同样的方式发生了。不过这真的告诉我们要分三十备份哦，这个非常重要。那但是好，那假设就算最后不会丢掉，那但是如果都没有人看的话，其实也跟丢掉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吧。好，那我都有两个回答。首先是说，如果是终身的自主学习的话，那这个整理的过程就是学习历程的档案，可能不是只是给某一年的大学的就是教授们看而已。它可以是之后随时你都可以再回来检视，或者是你要所谓出社会的时候，那给要跟你一起工作的人看的。也就是说，它比较像是一个泛用型的一种履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倒不一定是完全是招生跟升学。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当初在设计就是新课纲的总纲的时候的想法是，十八岁毕业了，那就是成年了。那成年之后，其实就是自己为自己做决定。那当然我们知道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大家在刑法上面都成年了，在民法上面成年，好像还要等一下下，好像是要再等一年嘛，对不对？那当然，如果是在宪法上面成年的话，那就看就是修宪的结果怎么样。那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是越来越朝着十八岁成年的这个方向来运。所以概念上就是在高中这个阶段，你累积的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大人跟整个社会互动，倒不一定是跟大学来互动。而且在以前，就是在民法上十八岁还没有成年的时候，那我们也有一些什么存折啊，什么教育部的那些计划嘛，就是说你高中毕业之后不要马上去念大学啊，先去不管是游学啊、交换啊，或者是就投入这个数位转型的工作啊什么之类。那但是在过程里面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啊，帮你去存你未来哪一天需要用到大学的时候，你开始有对就是特定的科目觉得说，哎，我可以学以致用，好像那个 MBA 那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回到大学的时候呢，也比较不需要为了学贷而烦恼等等。那当时推出这个真的感觉很好，而且真的很多人来说，那我想要这样做。那但是实际上面它执行率就没有那么好，那原因大概都是家长反对。那家长为什么反对？大概都是就隔壁的小孩高中毕业都去念大学了，说可能两年之后再去念大学，感觉好像。输人两年什么的那种感觉哦。那但我们看国外，如果国外的影集啊什么，家长持这种态度的话，那其实小孩是不理他的。为什么小孩可以不理他？所以家长就非得要用比较好言相劝，好像跟一个朋友在那边协商的态度，而不是命令的态度。那关键就是说，因为在我们这边20岁如果民法上还没有成年，19岁还没有成年的话，那是要家长签字你才能去做别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配套的。如果这些配套慢慢的都发生，不管是民法上还是宪法上面，那大家过了两三年都有一种十八岁就是成年的人的感觉，那这样子学习历程才不会变成只是升学用的学习历程的档案，才真的会是历程的这种状态。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两三年的这个转线期里面，所以感觉是就是特别不舒服的，这个我也了解。那但是这个就是要大家慢慢的就是向上管理嘛，就我们的上一代嘛什么之类，就是说先希望让大家了解到说，并不是说必须要立刻念
大学，大学应该是你要带着一个研究的问题或一个实作的问题，或无论如何就是一个题目进去，那这样的话才真的是有在念大学，而不是只是取得一个学位而已。以上都不代表你们教育部高教司、你们国教署的看法，完全是我作为前科班委员我个人的看法而已。我并没有指导我们国教政策的意思，或者是我们当时在科班会讨论的时候，我这边的想法大概跟大家分享，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那最近有生日朋友说，最近有许多关于跨性别哦，特别是跨女哦，在运动比赛方面的讨论哦，那想请教我的想法啊。我也参加过这种当时是亚太杯嘛，世界杯我也参加过，可是我参加的是智力运动啊，就是魔法方面，或者是一种纸牌游戏，它不是奥运的项目就是了。那当时是我记得是没有特别分组的。那现在也有这个国际上面很有名的一个，现在好像才12岁吧，对的一个女生是打得非常好，我一下忘记她的名字了。所以在智力运动上面，好像当然有些会有分，但是至少我玩的那个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别去分的，所以这个是可能我当时不管是我的 gender expression 是怎么样，是中性的啊 androgynous 啊什么之类，那后来也没有造成什么就是困难这样。但是当然在体力的，特别是动到骨骼肌的，那这个就是很困难的状态，因为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里面，就是它对于骨骼肌的影响，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你到某个点上面突然之间就完全没有影响了，那它是从一开始就是保护筒还是很有影响，慢慢到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要每一种竞技运动的那个社群自己去设定他们 comfortable 的那个判断方法，那在这个判断方法的过程很可能比它的结果要重要，因为那个结果是每年都可以，甚至每个赛季都可以去修改的。但这个过程能让大家都觉得被尊重，这个才是最重要。像我自己的办公室在维安路339号社创实验中心，我们当时就是把我们的社创家，就是做社会企业的这些朋友，实际聚集在当时是空总的一个废墟一样的地方，一起来讨论那个空间怎么样更共融、更友善。那所以第一口就收敛到说当时因为是空军的总部哦，那所以一楼只有一个洗手间，就是男生洗手间，女生要跑非常远的地方，那因为空军嘛。那但是我们当时的就是最后 settle 出来的就是从办公室一出来，左边两个右边两个洗手间，然后分别有就是女生的男生的，不特别分性别的跟无障碍的。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谁都不用分谁藏，然后每个人都有安全空间，然后如果你的安全空间接受范围比较大的话，那你可以比别人少排一半的队，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哪一个这个坏掉了，好像都还有某个队员比较有韧性，是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说它有很多好处。那这并不是就是哪一个人说我们非得这样做不可，像建研所啊或什么，它有一些指引嘛，建筑研究所。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指引就说你必须要这样子解决。但是这个讨论的过程，就让每个对安全空间有不同的要求的人都觉得说，那我的想法真的有被含容进去，有被参采。那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不会弱弱相残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竞技运动的界别，如果都有像我们当时那样子一个比较就事论事的用协作共融的这种想法的讨论过程，而不是说哪个人就说了算，那我觉得大家就不会有就是非常尖锐的争执，因为常常翻桌都是觉得这个会议过了我就再也没有讲话的机会了，那我当然就会翻桌。但如果一个就是持续整合过程，我觉得会好很多，希望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有13位朋友问说，想知道台湾虽然已经同婚合法化了，但是同性恋者还是没有办法大方坦荡荡的跟另外一半在公共场所来谈恋爱那政委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从合法到整个社会可以接受，或者是整个社会是用祝福的方式，这个当然是有一段过程。不过就算是异性恋的，在某些台湾某些地方也比较难，就是很公开坦荡的在公共场所表达彼此的爱慕之心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氛围的问题。当然就是同婚，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
伴侣的什么婚戒啊以及什么的 signal 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越来越接受了。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就像刚刚讲到的安全空间那个感觉，就是如果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说，哎，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不是只是来这边放闪而已，或者是说我们愿意参加这个地方的活动，那让大家更了解到说，哎，那我们就是这个社会脉络的一部分，然后慢慢的去询问大家说，在怎么样子的情况下，哎，你也觉得 comfortable， 我也觉得 comfortable， 那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也会让对方觉得说，哎，其实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其实它是可以就是彼此同意、彼此尊重的等等。那但是如果刚开始就是有一种说，哎，那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了同婚的证明，所以我们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等等的那个感觉的话，那当然也不免会引人侧目。所以我并不是觉得说好像哪方就一定要自己觉得大方坦荡，那其他人都要接受。但是也不是说我有大方坦荡这个想法，我就应该躲在柜子里都不出来。我觉得常常就是在中间要有一个空间，那像 Slido 这样子的地方，大家可以在安全的，因为是匿名的嘛，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谁问的，但是是集中的，也就是有14个人都想要问这个问题，可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想这件事情的这种空间，然后透过这样子不断对话的方法去开始聚焦到，哎，大家最不满意但可接受，或者根本就没有不满意，其实本来就可以接受的一些选项。那等到有足够多次这样子的讨论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实作看看，实作看看大家觉得，哎， OK， 那又可以再试做更多，再试做更多。所以 again 就是这还是整个群体大家彼此互相讨论这个过程。那希望得到这个问题哦。那有13位朋友问说，请问如果您啊是如何找到人生目标的啊？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啊，应该要怎么办呢？我自己是觉得人生的意义啊，倒不是目标了。人生的意义就是跟这种找不到目标的迷惘去相处，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的。也就是说，这种好像没有目标的感觉，然后珍惜它，然后跟它相处久一点，心里的空间就会变大，就不会有一种好像是我看到一个状况，我立刻就要有一个反应；我看到一个不舒服的状况，我立刻就要靠背什么的。就是说，不会有一种好像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我无法忍受，因此我必须要把它放在外面。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那种不舒服的迷茫的感觉，你可以相处久一点的话，那其实很多 insight 就是很多让情况可以完全不同的跳出框框的那种想法，大概都是在能够跟这种不舒服的、有问题的、迷茫的感觉相处久一点，可能到两三天以后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睡够，然后在睡前有一段放空的，就是像遐想 reverie 哦，就是完全漂浮式的注意力、悬浮式的注意力那个状况，我觉得放空了、啊。我觉得是，不过现在不叫放空，现在叫耍废。但是不管是叫耍废还是放空，我觉得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没有非得做什么那种感觉，不是逼着自己有什么感觉就必须做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跟这种迷惘找不到的感觉相处，那相处够久了，自然就会开始有一些毫不费力的这些目标会开始浮现。那我对我自己的期许就是说，哎，我睡前总可以讲得出来说，假设我就醒过来，我登出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个世界比我登入的时候，就是刚出生或我刚醒来的那个时候，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情啊，我今天可以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就是日行一善，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那个概念。那其实这样子，我就觉得，那我就很放心，我没有觉得好像非得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并不是单一的目标，而是一个随时都朝向新的目标看齐的一个态度。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13位朋友问说，您自己小的时候8岁的时候要遭受到同龄人的不公平的对待哦。那么请问您认为小的时候的经历哦会不会影响长大之后的您哦？如果有的话，那它影响了您的哪里哦？那为什么会对未来的影响或者是不影响，这都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影响要看短时间或长时间的，就是一个不舒服的感觉，被霸凌啊等等的感觉，它通常有三种出口嘛，一种是我受到伤害，所以我也要那个伤害我的人受到伤害，这个是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最快速的、最短时间的。那当然，也有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就是说我现在受到了霸凌或者不舒服，那我要证明我不是他们那种人，那我就要想办法
在社会上面去贬低会霸凌我的那种人的，就是我要把人性分成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那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去辨别了，然后要去压低那个坏人的社会状态，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种事情会做这个就是坏人等等，那就是敌我的意识哦。那这个常常会对人造成比较强的影响。那但是我觉得真正造成最强的影响的是去看说为什么当时我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的结构做某种改变的话，是不是未来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像我八岁被霸凌的时候，那个霸凌我的主要的领导的那一位同学，班上考第二名的那一位，他为什么不霸凌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母亲会告诉他说他一定要考第一名，他如果考不到第一名，回家就会被打，所以他当然就希望把我打跑了，那他就是第一名了，概念上就这样，所以他的就是自信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跟外面的比较的这种基础上面。那所以我当时就休学，那休学他真的也就第一名了，但是其实他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那我就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嘛，什么蒙特梭利啊、萨提尔啊、皮亚吉拉，那就知道说，其实结构上这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每个小孩八岁的小孩都找到某些事情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而且跟班上别人的兴趣都不太一样，那他就好像大家在跑同一个跑道，一二三名，他自己转身跑另外一个跑道，他按照定义转身跑的那一刻，他就是第一名，因为只有他在跑那个方向。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二十个人有二十个方向，我们现在会把它叫适性扬才的这个状态哦，那素养导向，因为它里面而不是外面的比较嘛。那如果结构改成这样子的话，那就再也不会说好像就是第二名就是要霸凌第一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的要把它比下去的那个想法。所以只要我们的教学方式慢慢往这个方向移动，当然后来我是有投入实验教育，那实验教育之后也影响了我们新课纲总纲嘛，所以现在新课纲理论上是整体的在往这个方向，那就可以说是对我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是在享受那结构上做怎么样子的改变，这种霸凌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而不是我报复一个人或者是贬低一群人，而是说大家都可以不会再遭受到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最长期的影响。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长，我就念比较快。有二十位朋友问说，想请问这本书的相互是不是能够为人类跟社会大众带来方便，有可能会延伸出更多问题吗？还是像是接下来新的事情，像是这个方式的带上打卡？未来大学时间当中显示一千二十分，有些同学可能只管前往之后几分钟到此啊。那在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可以通融吗？否则在其他人可能就累，稍微通融一下，但是受到的当天反而就不能有人性啊。如果是迟到累犯，因为偶尔晚到，这个机反而是嫌吃亏哦，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就是通融，你也可以写在那个城市里面，对不对？我不是认为说，只要是城市所执行的数位化所执行的，它就一定是取代掉纸本的或者人性的或什么通融的逻辑。相反，它是可以让大家事前先讨论出，怎么样子的方式是大家更可以接受的。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我们之前有帮故宫在疫情前。去解决一个他们排队排太久那个入场的问题，然后他们就发现说，虽然他们有电子购票机什么东西的，秀个 QR code 就可以进去，本来就有，但是长辈都不使用。那你如果是很天真很 naive 的，说要长辈用数位化的生活，那当然会想出一些其实很不好的做法，比方说差别定价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但是长辈就非常不爽。那但是你要让就是长辈舒服，你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去问长辈，就是那张纸对他的意义是什么？那后来长辈就说啊，因为他回家可以加在日记里面，他可以回去吃饭的时候跟亲朋好友说，跟他的家人说，我今天去故宫看了怎么样子的展览，那他对他有纪念的价值，有收藏的价值。那但是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你最多只有一张感热纸，上面有个 QR code， 大家去便利商店都拿过的那种东西，那种就会褪色啊，感觉就不是很配故宫。那他回家也觉得说不是很想拿出来等等，所以对他的社会意义就减低了。那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 insight，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洞见之后，那接下来怎么解决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其实他们并不是不会用 QR code 啊，大家都会用 LINE 加朋友啊，那只是说这样子，就是真的入场之后，你要让他用那个 QR code 去换一个类似凭证的，就是纪念品。那这个纪念品里面就可以客制化，因为我就比较知道他看了什么。
所以上面还可以列印他的看的展览，或甚至上面放更多的 QR code， 让他回去之后，让他的孙子孙女扫了之后，他所看的展览品就跑到他们的无人岛上面，因为当时都在流行那个动森哦，动物森友会。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种 O2O 的东西，因为他就发现说，哎，我如果是用一般的纸本票券，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同质化。那但是如果我是刷电子的非同质化，对不对？就是进去之后它是有个人化的这个状态，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我的社会价值就更高。所以社会化并不是无质化，社会化也不是剥夺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通融，社会化是就是 literally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互动的可能性。但是你要那个参数要怎么设计，要怎么设置，不是写程式的人说了算，而是关于谁的事情，就要谁来一起讨论，就要谁来参与。所以如果这位朋友他对于就是负责登记的人通融啊，晚几秒钟几分钟啊，那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啊。好比像说我们应该要用五分钟作为时间段落，所以你的这个迟到在五分钟之内，你都算是准点之类，这个是非常容易讲的。或者是你要用十分钟作为段落的，还是你要怎么样的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那个讨论规则的过程比规则本身重要。那数位的好的地方就是说它让你示范一些规则，修正一些规则，几乎完全不需要成本。如果你是造桥铺路什么的话，那你拆掉重盖那个成本非常大。但是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你可以在每个入口试不同的系统，作为 A/B testing， 然后去透过使用者访谈等等的方式去知道说到底哪些体验好，哪些体验不好。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关于服务设计的一些书，那它里面都有非常完整的这样子一种互动设计的稍微流程了。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王新明同学想要问说，如果把海另一边的敌人都杀光的话，就能自由了吗？对方是晋级的巨人还是什么？OK， 我觉得这两个好像是关联不大的一件事情啊。对，因为自由有消极的跟积极的嘛。消极的是说我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这个限制的自由。那积极的是去跟志同道合的人就是互相认识，然后一起创作等等主动的这些自由。那但是你把敌人都杀光了，最多就是争取到某些消极的自由，就是用它比较不会威胁你的。但是对于就是积极的自由，就是你要成为对于群体有贡献，或者你要群体对你有贡献等等这种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到完整的积极的自由的那一边。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不可能完全给你自由，那第二个是他对于你的自由有帮助的可能仅限于真的就是海另一边的敌人现在正在就是剥夺你的消极自由的这个前提底下。那如果连这个情景都没有的话，那把他们杀光可能跟促进自由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有四位朋友们问说啊，想请问阿凯哦，这次的消费券呢有多少钱啊？这次好像还没有发，上次是5000不是吗？那然后如果是问我这个加码券的抽奖的话，我完全没有抽中，可见是很公平的，对，就是这样子。那有4位朋友们也是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哦，就请问这个你拥有十组巨人的话，会不会把海对面的敌人哦一个不留哦通通消灭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假设我拥有十组巨人的话，那我其实它有很多别的用处了，倒不一定是要用来一个不留通通消灭海对面的敌人，它实际上也可以达到某种这个制衡的效果。我们在冷战的时候，因为现在巨人他花很多篇幅描写那个核子武器平衡，就相当于核子武器平衡的那个政治现实，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其实有很多战略的用法，那就是用来威慑的做法，或者是双方保证互相毁灭的做法，有非常多做法。那而且也可以逐步的去裁军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他本来就是隐射核武器的话，那这个就好像问我说，哪天我如果控制了核弹的话，会不会用来把海对面的人一个不留通通消灭？那如果有这个学过就是核威慑理论的话，这是他最差的一个用法，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才对的。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有45位朋友们，46位朋友们问说，像呛呛我有一个传言是我会控制脑波，对这个我做个感想。这个我在博弈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会控制斑马鱼的脑波，就是博恩了，不是我，这个是一个靠谱题了。那我不会控制别人的脑波，但是我会控制自己的脑波。那控制的方法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说放空啊，爽肺啊，然后睡很够啊，那这个睡到自然醒啊，那醒来之后确实就比较能够做得到说看大家每个问题就真的全神贯注在那个问题上，而完全不会在脑里面被别的想法或者是别的突然冒出来的通知啊什么之类的所打断。所以能够全神贯注在某件事情上面，这确实是有点像控制自己的脑波，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大家的脑波。不过有时候会达到类似这样子的效果，就是当我讲到速度快到说这豆花上来会有唤起的声音，大家在听的时候已经在处理豆花前面的东西，所以就第一个不会觉得我在呼吸，是第二个好像有一种被洗脑的感觉。不过这个要破解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是有录影嘛，所以就是只要就放空不停啊。但是如果想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有意思的话，你会去用0.75倍还是0.25倍播放，那这个就很自然的就破解掉了嘛。所以这并不是什么就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还有这个48位朋友说这个早安唐凤啊，大家早安。那有40位朋友们问说，近期这个区块链的话题热度啊，想请问这种对于某些人觉得虚拟货币啊是这个所谓的泡沫，这个看法的感想。那之前听了我跟宝宝世界一起录的 podcast， 那想听您在现场再次简单的去解释一下啊，激进市场跟激励市场啊有什么差异哦。这个很难简单解释了，但是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激进市场的基本想法是叫做机制设计 （mechanism design）。那机制设计的意思就是把本来大家会争得你死我活的零和的游戏，就是双方一定是我输一点就赢一点，我赢一点就得输一点，或者是negative sum， 就是大家都输，只是谁输的比较少的那种游戏。透过数学方法，把它改成就是多赢的游戏，就是每个人他越想要自己赢的话，他也必须要让别人能够就是合作式的游戏。那大家如果是手游或者桌游或什么玩得多的话，应该知道说就是你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payout 那个酬赏的分布，就会让人自然的有合作的行为，或者是有达到你死我活的行为，这个不需要我来跟大家解释。所以基金市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看看哪些题目本来是你死我活的零和的，所有的竞争者中间都是彼此相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那怎么样我们去把它改成是哎让它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举例好比方说经济市场里面有一个概念哦，就是去加拿大分享，应该不是这个概念，等我一下。虽然我们有真的去加拿大分享，但是 anyway， 经济市场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平方投票法。那它的我们在台湾已经是做4年了，我们在这个总统杯黑客松就这个 T 恤的这个活动去实做。那它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年总统黑客松会有200多个团队，那每个都有亲朋好友，那每个人都有身份认证在网络上面去投票，那投的票最高的那20队，那当然还有一些评审了，投票加起来最高的20队，那就可以获得总统府跟我们行政院跟各部会的支持，让他们来做3个月的这个预程，然后最后有5个队伍会获得总统的奖杯，然后去答应他们的想法，会变成明年的施政计划，所以是蛮高的一个奖赏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他有这样的一个队伍，然后要求你来投票，本来的投票规则几乎都是零和的，因为如果你的就是两个亲朋好友都想要你支持两个队伍，但你只有一票的话，那通常就是你就是投这个，你就不会去投那个了。那更不用说另外200多个队伍啊，大部分网络投票就是你办完票之后，网页就关掉了，你根本不会去看另外200个队伍到底在做什么啊。所以也是就是相当浪费大家时间，而且真的开票之后，20队赢了嘛，可能180队的亲朋好友都觉得自己输了的这个情况，所以它可见得是零和的，而且大家投票体验都不是特别好。那所以
基金市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每个人不是只有一票，而是有99个点数，99个点数呢可以用来投任何的队伍。那你投一点，那个队伍就获得一票。你如果要他获得2票，你要投4点，3票要投9点，4票要投16点。所以你有99点嘛，你就只能投9票，9×9=81，你不能投10票，因为你没有100点嘛，这应该不难理解。那你剩18点，然后怎么办？大部分人不会想要浪费18点，所以你第二个亲朋好友，你可能就投个4票嘛，16点，哎，你还剩2点。这个时候大部分人也不会关掉视窗，他会稍微滑一下去看说，哎，那我还有旁边哪几个？哎，跟这两个也许有一点 synergy， 有一点就是共同创造的价值吧。那我就这两个去投他。那他如果发现这个新的比较好，他还可以收一些票数回来再分布过去。那因为在经济学上面，他让每一票的就是边际效益刚好等于它的边际成本，所以大部分人会在看了这些题目之后去比较平均的分布在5对、6对、7对上面。那这个就有两个效果，一个是说最后20对开奖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会觉得自己没输，因为你支持5、6对、7对，通常至少有一个是最后前20名。那第二个是说，就连那180对都不觉得自己输了，因为他们会看到一个他们跟哪些队伍最有synergy 的这样子一个综合效果的这样子一个表格。那我们也会去辅导他们说，哎，那你们今年你的想法虽然没有成立，但是评分的方法告诉我们说，这个队伍跟你的想法非常像，大部分人这样子想吧，那你要不要就加入那个队伍，然后你们一起去发挥你的综合效果。所以就连参赛者都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输，那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概念上面就是说，我们透过机制设计，它就是不是说你先有一个规则，然后你要尽可能在规则里面打败别人，这叫 game theory 嘛，博弈理论，而是你把博弈理论反转，你先假设你想要每个人赢，然后我们要怎么设计这样一个游戏规则，让每个人都可以促进彼此共好，彼此均赢。所以这个就不是在现有的市场规则里面去 incentivize 去激励，而是回来去想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激励的 incentive 的脉络里面，你看到一些像那种 imbalance 嘛，一些不平衡的东西，你是会去尽可能破坏这个游戏来就是 exploit 来使用这个不平衡机制。但是如果你是游戏设计师的话，你看到不平衡，你想的是赶快去上一个修正版，然后把它这个 buff 一下或者 nerf 一下，让整个游戏更平衡，让大家可以更互相一起工作。所以概念上面是这样子，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讲再多就变成研讨会了，我们再这个回答一下其他的问题哈。好，那有38位朋友们问说，今天本土1209例终于达到了4位数，那甚至人数越来越多，那新北市长还放宽了标准，想问您的看法啊。当然这个跟我们去年这个时候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才刚刚打了第一剂疫苗，而且当时我想要说服我的同事跟家人去打，没有人理我，就是当时他们都说什么 AstraZeneca 他们不想打什么之类的。那 anyway 那是最就是短短的一年，这个状况差蛮多的。我相信在场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打了2剂了，那抗体还在高点。那如果抗体已经2剂之后再低一点，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可能也已经打了3剂了。那这个情况下面就是 Omicron 的状态跟我们一年前 Alpha 跟 Delta 的状态，它的重病率跟致死率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是毫无可比性，可以说是感觉上是不同的疾病了。那但是当然我也了解说，在场有些朋友是没有打疫苗，而且他是反对打疫苗的。那为什么是因为 slide 上一个问题问这个其实还没有浮上来。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也希望跟这位朋友说，就是我们口服药也进了不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即使就是稍微比较花一点健保的资源或者是国家的资源，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成功的把重病致死率压到以前的10%不到的这个情况。所以无论如何它变成一种比较可以控制的情况。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因为它传染力变得那么强，我们值不值得去付出像是上海现在正在付出的那样子的社会成本去做清零的这件事情。那大家放宽标准并不是说我们就随便去传播了，就像我现在都还是戴着口罩一样，但是它的目的就是说，只要我们医院的量呢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就这样子缓缓的上来，然后缓缓的下去，但是一直没有碰到医院的那个量能的极限的话，
那其实这整个就是社会可以比较能够承受的成本，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封城了。但是台湾这两年多来是绝对不封城的，不封城是我们的最基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以减灾来讲，我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四位数，说不定有天会到五位数，但真正重要的是说有没有因为医院受不了而变成重症变多。那重症变多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情况。那只要没有重症变多或变得难以接受，我觉得这个都在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像那个特别条例啊、简讯十连制啊什么，本来都是变到六月底嘛，就是觉得说到六月底的时候那个减灾应该是已经做到一个程度了。希望回答这个问题。有四十一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政委，这个您在制作防疫 APP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或者是挫折，又是怎么样子解决的？现在唯一可以说是防疫 APP， 然后我们再推荐大家安装的，就是台湾社交距离。那台湾社交距离，就是部落通知系统嘛 ，EMS， 并不是我做的，是就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 AirLab 捐给机关署的，那它是完全 open source， 所以如果有写程式的朋友，可以在 GitHub 上面找台湾 Social Distancing App， 有 iOS 跟 Android 的两个版本。那每一行程式都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实际去看它运作的原理等等。那它推出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那碰到最大的挑战跟挫折就是说，除非一半的人安装，不然它对于就是即时的音调效果不彰。那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同样的状况。那像新加坡啊等等，它到了一个就是趴数以后，确实就开始有用。但是你从都没有人安装到超过一半的人安装，就中间的这个缓坡，它很难跨得过去。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跨过去，为什么？因为当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装的时候，他感觉没什么用，感觉没什么用，那我也不会一直开着，我会把它拆掉之类的。那所以他就一直到不了超过一半的人装的那个关卡，就是最大的挑战。那所以当时我们就应该是陈清迈市长嘛，有提出来说，那不如我们就自己弄一个，就是大家还是要装台湾社交距离，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发明某个东西，让大家就是即使只有少数人装。少数中的那几个人立刻就开始有效，立刻就开始缩短对待选择的音调。那所以当时是居林地台湾临时政府这个社群，那发现了说我可以透过传简讯的方式，然后用一个共同的 QR code， 不特别说要用什么扫。那后来也不是高雄市的那个团队，而是 HTC， 就是疾管家，可能有人有装疾管家的那个 line 嘛。HTC 团队说，那我们可以来改疾管家，他们24小时就改成可以扫那个，然后传出简讯的那个版本。那我们因为用的是开放的标准啊，所以严格来讲并不是一套 app， 而是疾管家先试做这套标准。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推出的时候，那个 line 这支应用程式就可能大家都有装嘛，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就很多人去打一颗星，说 line 那边明明有一个 QR code scanner 可以加好友的那个主扫器，为什么一定要逼大家开疾管家？为什么我按那个主扫器他认不得简讯十连制哦？那 line 是很无辜的，因为他那个本来就不是一个万用的 QR code scanner， 那个是给你加朋友用的哦。那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要用简讯呢？那但是因为就是他们真的很就是看重顾客的体验，我是尽量委婉的讲了，就是说他们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我记得一个多礼拜吧，他们就说服了他们的总部，改了他们的程式，然后把 LINE 的主扫变成我们主要扫简讯实验室的那个 app。那从那个点开始，长辈也就愿意使用了，因为很多人已经会用 LINE 的那个主扫器了。那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叫台流就资本，那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你最多就是把那15码手动传给九二，但是即使连那个都没有的，我盖个姓名章啊，写个什么联络方式，我也可以进得去。就是它 again 不是数位化，不是取代掉纸的，而是让那些愿意用数位化的方式的人可以省一点力气，可以少一点风险。那无形之中也让那些用纸的人不需要群聚，不需要一大人在那边排队哦，就是对双方都降低风险。哎，这又是一个机制设计的应用，所以我们用简讯实验室就一路撑到了现在嘛。那当然，
到了现在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就是之后 case 会非常多。那情绪实验室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台湾社交距离也好，都是靠确诊者，然后他上传之后，自动发通知，给跟他曾经有过接触的这些朋友。那但是当人数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卫生局的朋友就很难一个一个去看了。所以医疗的能量是有限的。我们当时也说，情绪实验室大概就是每天几百个案例，就几十个到几百个。有时候情绪实验室是最有用的，但当你是几千个到几万个的时候，那它又没有办法全自动的来进行了。那这个时候反而是像社交距离是比较省资源的工作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指挥官有说嘛，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你秀场社交距离的画面，到你会停留超过两分钟的场所的话，就不用上情绪实验室。而如果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情绪实验室是可以整个退场掉的，也不会影响掉就是我们接触控制的。一个效率，所以大概是瓶颈跟挫折，我们解决的方案并不是说就不管了，就躺平了，而是说我们就暂时找出一个 stop gap 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它可以去弥补这一段时间，那让大家还是觉得说，哎，医疗还是有在做事，而且确实你也可以上 sms.1922 这个网站去看到你的延续实验室资料怎么样子被所有县市的医疗人员在过去的28天使用，甚至可以下载这个历程啊。那当大家都有彼此的互信的时候，那我们新的像刚刚社交距离这些做法也在推动上面，它就可以有一段这个爬过缓坡，然后一直到一般的人使用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争取出来了。所以我们是确实有机会成为就是继新加坡之后，那可能少数能够达到这个 EMS 系统的 critical mass 的地方。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在研讨会题目之后，我们也回答一个比较 practical 的题目。请问您觉得学测即将来临了，却仍然被要求做没有意义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又攸关平时的成绩哦，那应该如何平衡哦，以及如何取舍哦？那如果受不了的话，到底是有什么保密或者又高效率的管道可以自动产生没有意义，但是又会平时成绩的报告，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管道的意思是什么？就如果是说对于受不了的这个感觉的諮商辅导的管道的话，那这个是卫福部稍微找一下，应该就有他们现在心理咨全新的一个词哦，有很多諮商服务的。那当然校内也有辅导的体系了，但是如果是。就是你只是想要就是知道这个平时成绩的报告没有意义，那但是就是需要做一个报告的壳子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大人了，或即将是18岁的成年人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就是在你的报告上面就写说，对不起，我要专心的做学测，我决定放弃我的平时成绩，然后写一下你的理由之类的。那我相信老师看到这个也是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但总比这个你去直接躺平好吧。那如果你反过来觉得都要兼顾的话，那我是具体的建议了，就是不要自己太 push 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两边都做到60-70分，那但是水够。那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不会好像逼着自己，然后非得 perform， 非得背到什么程度，但是你没有睡够。那没有睡够的话，我们都知道短期记忆无法写成长期记忆，所以其实你那一天所花时间学的，有大部分都是烧掉的，就是没有用的。那你未来如果还要用的话，你还得重新学够。学过，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无论如何学够，然后在学够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权衡。那如果难以权衡的话，我有时候是抛硬币吧，或者是像个骰子哦，这个也是很有用的。但是每个人就是大家都是大人了，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决定。那决定的时候就告诉受影响的利害关系方，说你做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什么。那但大部分就是出了社会之后都是这样子彼此互相。支援的或互相知情的，那常常就是你如果很坦白，就说我的评论或者是我的想法是这个的时候，可能也有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人愿意来帮助你，至少在这个场合里面只有56个人啊愿意彼此互相帮助，所以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互相帮助的方法。好，
那有时因为朋友们问说，现今在实施性平教育的时候，仍然经常遇到许多的困难，好像说家长的观感啊、社区的氛围啊、升级的考量啊等等啊，对此能给什么建议啊？谢谢啊。然后趁乱告白说，PS 二这个杂志道道好美好，这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感谢肯定。OK， 我想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家长或者社区或者是上级能够就事论事的来讨论这个题目的话，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我的话，那你会不会有什么变通的方法？那大家可能都记得说，当时我们在就是口罩地图的那个题目的时候，很多的药局的药师他负担非常的重，那当时便利商店还没有进来，那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就会造成他们工作上面的负担，好比方说地图上面的存量跟他实际的存量不一样等等。那我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是我自己想说我要怎么解决最好，或怎么样理论上面最好，而是说我就真的到我家里附近的药局，然后问那个药师说，当然要先就是买一点冬虫夏草什么东西的，就是套进感情之后，那我问他说，那就是真的很抱歉造成你的困扰，但是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办呢？这样，那他自己就算当场回答不出来，他后面有一个药师的群组。他会问了之后，然后再告诉我说：“哎，那你应该按个键啊，就让我们从地图上消失啊。所以，当我们发现那个数字有不对的时候，至少我可以今天就不会再就是有人看口罩地图，然后打电话来烦我的之类。哎，那我觉得这个隐身斗篷什么的想法是很棒的，所以我就立刻跟健保署说，那我们就来试做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越靠近那个社区的人，越知道说怎么样子的情况是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的。那但是如果你都是告诉他们说，哎，这也是我交办的嘛，这个性平也是这个总纲非常重要的这个要融入的话题之一等等，那可能就他就是要 defense 对方医生的态度。但是如果你是就是跟他靠了某种交情之后，然后就说，哎，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讲这件事情呢？那他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去告诉你说，哎，那其实他从他的角度来看，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般事实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social object， 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来讨论说，因为事实上现在同意通过了嘛，那事实上现在性平的情况就是跟三四十年前不一样了，那但是有没有一些三四十年前也成立的一些说法，那能够来照顾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需求，更照顾长辈们的感受，那我觉得是很容易找到一些说法的。那像当时这个我妈妈，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90岁，那她在公投那一题，这个后来她因为她教友会跟她讲一些嘛，我也跟她讲一些，最后她完全没有领公投票，所以她投票速度就比别人快一点。那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平衡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叫做结婚不结姻嘛，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是结婚，但是并不是结成姻亲，他们的家族并没有结婚，所以并不影响家族这边的称谓啊、排序啊什么之类。那有时候讲出这样子的，就是说，哎，我们在意的是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权益。那同样的尽一样的义务，那就应该享有相同的权益嘛，或者专法其实稍微优于民法了。那但是呢他们这边 care 的很可能就是一些称谓的事情，不要冒出这个女婿啊、儿婿啊什么这些称谓，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稍微让一下的。所以就是任何的题目啊，大概都可以在这样子的来回往复之后，就想出一些创新的说法跟做法。那这个大家是不能够接受，但是至少就可以开始做性平教育，而且事实上是你的社区或者是家长有参与到其中的，那至少先踩住这一步，而且踩稳了，那之后慢慢就会再冒出更多的新的想法来啊，具体建议是这样子。好，那有55位朋友们问说，因为 COVID-19 死亡的人数，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滑 slide 的时候有看到的，比新冠疫苗死亡的人数很少哦，这个应该要试试查核一下，就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你就是当然这句话也许你如果是说范围在台湾也许是成立的吧，但是在全世界的范围绝对不是这样，这个是很明确的。那这个问题问说，为何政府还执着于施打疫苗？对疫苗有疑虑的
权利啊，却被损害。那主流媒体也几乎不报道这件事情啊，不打疫苗这些权利因为防疫而被损害，认为这些权利去该为这些权利去承担死亡的风险嘛？我自己是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在有取得口服药之前，大家确实有一段比较恐慌的时间。那一段恐慌的时间，因为还没有口服药，而只有疫苗有用，那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说，那我们是不是就是限制必须要打过两剂或甚至三剂疫苗的人才能够去某些场所等等。那但是后来好像大家就很快的收敛了。收敛到说，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只有完全不能打疫苗的，什么中小学校园嘛，基本是应该当时是做这个。那以及你根本就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口罩也戴不起来的，一些八大行业。那在这两个场域里面，因为每个都有自己很好的理由，那也许我们可以去说，那你就是非必要的，接触，那你就必须要打过疫苗。那这个是不是权力的剥夺？可以说是权力的剥夺，但是是不是到达就是非常非常严重，到你非得承担死亡风险的程度，好像也没有。对，那所以当时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会说一般的餐厅啊，或者是一般的交通工具啊什么都要去检查这个疫苗施打。当时是切在一个就是八大行业应该不是必要去的地方吧，等等的这样子一条线上面。那是在有口服药之前，那现在有了口服药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大家比较没那么焦虑了，就是连之前说我们要扩大到更多的场合都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的这个声音，现在也开始就慢慢还好，而且随着时间过去，像今年1206，那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个或者至少十几个会使用口服药，那他们用了之后，可能里面真的就有几个是没有打过疫苗的，那他们就会开始发现说真的蛮有效的，那这个慢慢大家了解到口服药真的也蛮有效的这件事情之后，那我觉得对于没有打疫苗的人的不管是污名化歧视或者是社会上面的排拒又会再更少，随着对于染疫者发现他两三天自己好了，我干脆就没症状，那等等的这个就是社会的看待的方法不一样之后，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权利被损害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少。那希望是能够在6月底的时候就达到说没有什么权利被损害的这个状况。那当然我是比较乐观了，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那但这个是我们在中央，我自己非常 care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会尽力去确保说，假设你就是体质上或者是信仰上面没有办法打疫苗的话，那不会太受到这个社会的歧视，所以这个状况是只能够减少，不能够增加的。希望回到这个问题。那有朋友们问说，听说你是自学出来的哦，那不是传统的教育体制哦，那对现在教育体制哦有什么见解哦？确实我是国中二年级之后就没有再到学校上必要上的课了，那但是我几乎立刻就去大学旁听，所以你说我没有受教育体制的照顾吗？应该是有的，只是我没有就是想要那个文凭嘛，没有想要那个学历。力强的力，但是我是想要那个学历力量的力，就是去真正跟大家一起认真的探索一些事情，做研究工作。那我对于现在教育体制，我觉得如果现在重来一次，就是假设我现在也是14岁，那也是想要自己做研究，研究题目也是学校里面教的，那我未必会就变成完全自学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学制里面，新课纲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设计。是可以让我就直接去开始做我自己的探究，加深加广自主。也许我也可以说服我的国中说，那我们就开一些选修，本来是社团的东西变成选修。那甚至我也可以去安排，就是在所谓的大学系统里面有一些有趣的学习啊等等。那现在这些以前是实验教育只能做的，慢慢我们透过教育实验，只要说服我们学校的规划会，那在国中里面也还是可以做。所以我也未必需要。错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但是，即使我决定要完全增加自学，我还是不会需要装错，因为实验教育算是合法的一部分嘛，我就要写个自学计划书，我就进入实验教育，才不一定要增加自学，可以在团体或者机构里面。所以，我觉得现在教育体制就是那个光谱中间的任何一点，它都不会掉下去，其实都会接得住。你自己。
想要学的方式不同，但是课纲还是一样的时候，你可以在体制里面。那如果你旁边的人想要一起突破课纲，那你们可以转型成为一个实验国中或者是一个实验小学。那如果你找到一个机构，但是它还不是一个实验学校的话，那你可以申请机构自学、团体，最后到个人等等。那在每一个步骤上面，你都可以再回来往体制内移动一点点，或再往外面体制外移动一点点。但中间的师资啊、教材教案啊、一起关注备课啊等等，我觉得都比我15岁的时候要好很多。所以我也纯粹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现在的教育体制当然是比当年的要柔性、要有弹性非常多。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这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啊。问说政府说有经济效益的活动先不取消啊，那但是我们学生的惩罚啊或者其他活动啊却被迫取消啊，但是却没有保障，意思是就是没有保险。那已经投入大量的金钱啊，好像没有惩罚防疫险可以报啊，去那个地方可以寻求补助啊。那想问问看你的看法啊。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确实是这样子。那我最近也有答应很多学校的演讲啊之类，那有些就是也是改成远距，然后有些也是干脆取消掉之类。所以我真的可以感觉到说，虽然我们说是减灾啊，是重症清零啊，然后中央也认为说就是一般级为单位啊的之类之类，但是从就是这个概念修改到这个县市的教育局把他们自己加严的东西愿意放掉，到这所学校把自己更加严的东西再愿意放掉，这中间好像是一个需要一个传输的过程，不是说立刻就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是因为家长是就是特别会担心小孩的，这是绝对的，这是人的天性啊。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件我们大家需要正视的状况。那我如果觉得比较乐观，我会说到六月底的时候，所有这些就是现在大家觉得恐惧或者污名化或什么东西，都会随着我们旁边的所谓确诊，但是其实也没什么事情的个案增多，而变成大家开始用平常心去面对。那个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从现在到六月底，而且那是我比较乐观、比较悲观，说可能要一路到8、9月，对吧？那但是总之就是在现在这个学期里面，确实就会是一段磨合的过程。对，我的看法是，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刚好碰到磨合的这段时间，那是就相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那我能够做的就是，我虽然就是戴着口罩演讲1小时，我也很不舒服，但是我尽量答应的就是还是会做到。所以比较长就是就是我不管是多久已经答应了吧，那现在我就尽量出现，然后讲一些让大家至少有些具体的一些感受，就是说至少我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们是已经蛮准备好说进入一个平常心然后减灾的这样子一个模式。那我也不确定这个对于这一段的放松的加速会不会有帮助，但是至少我能做什么做什么吧，先这样子。有五十五位朋友问说，郑文好，思想工作是高度耗费精力啊，而且需要面对自我的一种行动啊。那想请问您是如何在紧凑而且繁杂的各种身份跟事务外啊，维持自信啊，维持思想工作上面的提升啊？谢谢您，非常好问题。应该两个吧。首先就是我自己。我并没有非要做什么不可，我大部分白天的时候都是在听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中间的纠纷啊、焦虑啊、这个彼此互相攻击啊都有的。那但是我不会特别选哪边嘛，那我就是睡后醒来之后，脑里通常就会有一个机制设计，就稍微改一下游戏规则。那这些本来零和杀的你死我活的，因为这个游戏规则的改变，就会变成好像彼此互相攻防是比较 OK 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自杀互动攻防，我大概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改变那个互动模式，让大家自发可以自动到攻防，而不是说自发是好像是要牺牲别人或者物化别人为代价这样的做法。那所以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特别想做什么，所以我就比较能够在平常心的情况之下去做这样子的工作。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利害关系方，那我大概就会觉得说，我离某些人比较近，离另外一半的人或另外其他的人比较远，那这个情况下大概就会失去掉平常心，那就很难去把这个当作是一种自信的探索的功
工作来做，那就会变成当局者迷嘛的这样子一个情况。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回答。那第二部分的回答是，我非常 enjoy 就是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讲话聊天。所以我最近的工作之一，像我这一场演讲结束之后，我要回红总，就原来在那里就好，然后去连线，因为我现在每个礼拜大概花两个下午在那边，就是去讨论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改变游戏规则，来一起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像今天下午，是要跟那个 Vitalik Buterin， 就是以太坊的共同创办人。我们之前，我刚上任2016年的时候，他就来我家这边做客，我们有聊过。那这个影片都在网络上。那当时在讨论是怎么用区块链来，就是做近零转型啊，这个气候变迁的阴影啊之类。那当然，以太坊最近自己也转型了嘛，就今年很快就不会在这个排放那么多温室气体了。那但是现在我们想要讨论的是，怎么样运用类似这样子的机制，然后去确保说就是对全世界都有帮助的事情能够获得足够的投资，因为大部分的创投他投资的是他自己可以很快出场的有盈利的东西，但对后代子孙未必好。那我们政府会给出很多 grant， 但是 grant 都是靠一些评审嘛，那就会变成这些评审不熟的人，但是他其实明明有创造很高社会价值，我们都不认识。但除了一般的创投跟评审之外，有没有一种类似平方投票的方式，能够去达到就是既是有钱的人可以提供一些 signal， 那有人脉的人可以提供一些 signal， 但是加在一起，它可以去让本来没有被发现的好的社会创新，能够很快的去获得它所需要营运的资金啊，而且还可以给得出交代。那大概就是处于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就是我并不是觉得我要解决哪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我在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可以让他的体验更好。那只要把它翻转到这个角度去想的话，那维持之前的思想工作就很容易，就是因为我跟他就可以开始聊很多具体的东西，他不会被限制那个具体的东西里面了。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问说，最近乌俄战争还在进行中哦，通常是就是侵略方向前面啊，俄乌战争还在进行。那近期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少年》啊，也在戏院上映啊。那请问对于两岸的关系啊是怎么看的啊？对讲的就是不像是太平洋两岸是怎么样？太平洋两岸我就有一些看法。海峡两岸，我不想海峡两岸我之前就是常常跟欧洲啊，或者最近瑞典啊来的朋友说，就是我们这边是叫做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也做 AI 没有错，但是 AI 或者是前端技术在我们这边的用法是有点像这个眼镜啊，这个辅助式的科技 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说它是有 alignment， 它以我的最强利益为例，我想看大家看得更清楚，眼镜帮我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以别人的最佳利益为例，好像说我看大家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一个盖板的广告，然后我要花20秒才关得掉，它也不会突然冒出健康码或什么东西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它完全只是服务于我想要跟各位有比较好的互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群体的利益是技术来配合我们。那另外就是说它 accountable， 就是说我如果带一带发现它有 bias， 就是糊掉了、歪掉了或怎么样，那我自己可以修嘛，我带去香港的眼镜店也可以修，但是我不需要付这个300万美元的这个授权费，我也不需要签个 NDA， 我也不需要冒着坐牢的风险反阻力，我就可以开始去调整它。那这个就有点像是说，如果你不喜欢疾管家扫简讯实名制，你可以用 LINE 来扫嘛。你如果不喜欢这些软体，你要开源的软体，你可以用台湾社交距离来扫嘛。你可以用 Google Lens 啊，你可以用各种各样子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在意的是那个社会中间用数据达成公益的那一个做法，但是我们并不是很 care 你是不是要把资料集中到政府，或集中到某家公司，或者集中到什么每一个社群都会自己做，就是自己在这个数据公益体系里面的状态。那但是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管辖范围里面的话，那他们就是所谓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
就是说不是用设备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状态，而是有时候让你感觉到是透过疫情的状态来做社会控制。那所以就是疫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它不是借口，它真的是理由嘛。那在这个理由里面，它就可以去安装非常多由上而下来叫做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有那个威权啊，才能够决定那个参数的这个状况。那最近大家在上海都看到了很多情况，所以我会觉得说双方都是 AI， 那也都发展的相当的快速。但是就像刚刚讲到这个转身在自己的跑道上面跑，那另外一边转身在另外一个跑道跑，两边都跑得很快，那结果就是制度之间没有可比性，就越来越远了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去让就是不管在哪个地方的人吧，看到说你要达到实际上面控制疫情重症接近零啊，死亡清零啊等等的这种做法，你未必要用 authoritarian 的做法，未必要把控制权跟资料啊所有东西都集中到那个单一的可能参数会下错的那一位总工程师的手上，那而是可以完全用分散式的方法，完全没有封城，完全没有剥夺大家行动自由，而且尽量不去歧视没有打过疫苗的人。当然我知道我们做的不是非常好，那但是尽量做到这个民主防疫、民主典范的情况，就是说，我如果是瑞典，我如果是其他的国家，我就不会陷入一种好像真的面对一些大的挑战，我就必须要集权。我是对民主制度是还是有信心，那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应该要用英文啊，用这个各国的语言啊，更多的向全世界讲这样子我们在想的事情，应该做到的事情。因为就是 PRC 方面对国际上面的大外宣真的是投入相当多的力气了。那我们并不是说要压制他们的声音，至少我们的做法也应该让大家知道，大概是这样子想。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刚刚说要有一些时间拍照啊。那有63位朋友们问说，请问这样怎么样让自己高效率的学习啊？基本上我不会特别为了学什么而学什么，我学都是为了习啊，习就是去 practice 去做实际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是我先想到我现在需要做一件实际的事情。然后我反过来问说，那我现在能少哪些准备知识？所以说我有种心情，就是什么书到用时随便找，就是我只要需要的话，那这个我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个准备知识。那我如果看不懂的话，我就问作者吧。作者没空的话，我去问他 reference 其他人嘛。但是我从14、15岁就是这样，就是我会写一封 email 去问作者，说我看起来就是你的论文前后矛盾，那一定应该是我的问题吧？应该是我看不懂，那你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之类？那常常作者立刻就回信，因为他不知道我才14岁嘛，那他就以为我是另外一个研究人员，然后就会开始 defend 他的这个论文等等。所以我很容易就是这样子乱入，然后就算是有一个完全不熟的领域，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找到朋友。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抱持的一种，我对某个东西感兴趣，我想要实际做出一种互动的空间来体验，说像 Slido 这样，大家只能按赞不能按区，对不对？也不能彼此互相留言，那这样子的空间是不是更能够让大家快速的聚焦呢？如果可以的话，中间有什么道理呢？如果不行的话，能有什么改变呢？那这个都是 practice， 就是跟大家一起透过一场一场的 Slido 来实做嘛。那因为 Slido 的中文翻译就可以说大部分是我贡献的，所以如果哪些中文翻译的用词不对啊、不当啊，那这个你们会告诉我啊，或者怎么发挥更好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将每一场下来，我又可以再回去学一些更多的东西。所以是反过来的，就是先有 practice， 然后再回去找资料学。那我是觉得很幸运啊，因为如果没有黄旗网络，没有这种开放知识的社群的话，根本不可能这样子学习的。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尤其年轻的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这种开放的网络。所以我刚刚讲到这种书当中随便找的创作，你可能不需要特别来跟大家讲，大家从小都是这样子的情况。现在的问题倒比较是说，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怎么样子去跟上现在大家都是一种比较自发的然后互动的广泛的环境。这样好，希望回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谢谢大家的问题，谢谢。好，谢谢委员。
真的不好意思哦，冬天都没有让他坐一下，也没有休息，没有喝水啊。然后同学这么多的那个按赞的问题，好，一一的回答大家。那难免还有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没关系哈、啊，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拍照吧，就是邀请。